18岁的某一天，这个叫吴景浩的男孩突然闯进了我的世界。韩飞，我们做朋友吧。做梦。三步，也是第一次有人说我像刺猬。如果说我像刺猬，那他像什么呢？是站在身上就很难摘下来的苍耳，还是任劳任怨的饲养员？是一起笑一起闹的朋友。如果有一天你迷路了，找不到回家的路了，那你就站在原地别动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还是为你抖着身体爬上天台的高墙，然后告诉你，他也愿意是你黑夜里的一盏灯。韩飞，他慢慢走进我的生活，照亮我的世界，带给我希望。那时我还不知道，他是为了救我回到了18岁。